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神国爱添神。咁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上官剑南，咁啊介绍下佢啲技能啦，同埋配对啊。咁中意嘅一定听神国，同埋记得俾 like。好，咁我哋先睇下佢嗰个化境技能先。咁就上官咧，咁其实佢一个单体爆发啦，咁可以吸取攻击怒气啦。咁啊望下，咁就武目位置，咁啊攻击时咧。咁對於處於被控制狀態嘅角色啦，咁啊造成嘅傷害提高 30% 咯。咁呢即係咩被控制咧？咁佢寫埋啦。咁啊雲啦、石啦、冰啦、沉物啦、魅惑啦、束綁啦。咁即係就眼睇咧，佢係要跟一隻有控制嘅角色，即係你前面嗰啲坦咧，你唔可以純坦，或者你其他嗰啲角色咧都要幫到手。咁譬如你國商，譬如你。梅超風，譬如你楊過或者你其他角色啊，總之識得石啊，或者你天竺真都好，識得雲人咧，咁呢啲咧就會幫佢有個傷害提高，咁其實都幾重要，因為你望到佢唔係 10% 20%， 佢 30%， 你100萬就變83萬，其實咧係好誇張嘅呢個提升，咁所以如果佢配多啲識得控制嘅角色打落去咧，嗰下輸出應該再爆炸啲嘅。好，咁之后化热铁掌功，咁啊对敌方攻击最高啊合下，喂，大家留意啊，佢针对敌方攻击力最高嗰个人啊，咁如果你譬如独孤求败啊、黄重阳啊、周子若啊呢啲啦，咁啊造成呢个995% 加9800嘅外攻伤害，外攻啊玩，咁啊同时吸取目标攻击14.6去到19.200%，哇20%外吸取攻击，哇！其实呢个吸取攻击系咩意思？即系譬如你即系独孤，你最高攻啊嘛，咁佢打你啦，用铁掌攻之后，咁可能你有10000攻击力嘅，咁佢吸咗你2000啦，咁你少咗2000攻击力，上官又多咗2000，咁就持续三回合，不可驱散，即系呢一个系冇得取消嘅。咁佢打咗你，咁啊三 round 你冇咗啲攻，而且上官又多咗啲攻啊。咁如果佢个怒气够咧，佢出即系可以三回合内打到你一 round 咧，咁佢可以唔知可唔可以跌啊？因为佢冇写，但系如无意外，应该可以再吸多次，即系攻击目标嘅。好啦，咁就铁掌型兵，咁就普攻触发，去到50% 机率咧吸取呢个目标怒气48.2%啊！咁即係就算你沉默咗上官都好，咁都好大鑊，因為咧佢吸你怒氣啊，普攻。咁就如果處於控制狀態，就提升到 100% 啦。咁即係咧，一定要搭呢只控制啦。咁即係你如果有天竺真、有國商、有呢啲咩天竺真呢啲咧，有梅超風咧，即係呢啲傳統控得勁咧，甚至楊逍咧。咁你隻上官打出嚟咧，就仲誇張，即係一嚟啦，加咗 30% 啦，你控制咗。之后咧，佢仲有机会可以 100% 咧，咁就吸你怒气喎，大佬吸 50% 吸一半啊，都算几夸张啊！你小龙女扣都系扣嗰20啫嘛，你上官剑林一吸咧，吸人50，仲要系自己可以拎埋。好啦，咁之后咧，咁就孤影成双啊，化四咁啊，击杀触发，咁可以回血。回至身上限 24% 的血量，咁仲可以增加自己外攻真伤 10%， 即系杀咗人就增加自己 10% 啦，应该系好似周子若咁样嘅，即系佢杀完人真伤呢一招，咁啊又回血，咁我觉得点杀呢一个回血再加真伤系好紧要嘅，咁样你先会越杀越劲嘅，如果唔系你做点杀流，你冇呢一招咧。即係你殺完人原來冇乜變化咧，咁其實就好普通啦。但係如果你殺完人，哦，原來俾佢殺咗一隻，即係佢越殺越癲啊！咁呢啲就係一啲算係幾勁嘅點殺角要有嘅技。好啦，咁呢個龍雲聚星，咁就開場觸發，增加自己筋骨28點，持續至戰鬥結束，咁佢就冇一疊加啲可惜。但係咧，加你30點筋骨，筋骨係咩意思？即係你本身外攻嗰個基礎傷害啊！即係點講咧？你當係一啲你用外功啊嘛，咁你本身你外功嗰個底要打得好，咁呢個筋骨就係外功嗰個底。咁依家多咗30點，你原本咧，你見佢本身得93點嘅，我唔計你武學嗰啲，但係佢本身得93嘅啫。你30點加落去其實係幾多嚟嘅？都三分一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咁佢輸出會痛啲啦。咁就化六一樣。咁所以呢只上官我就咁望啊，即系除咗点杀流之外，佢都系要跟一啲
控制嘅角色嘅。如果唔跟控制角色咧，咁就嘥咗佢咯。咁所以咧，可能你玩呢一個《試獵之境》啊，或者其他嗰陣時咧，你都要留意佢有冇跟到一啲控制嘅角色。即係你點都要有啲識控啊、識石化、啊、識冰啊。如果你冇咧，咁呢個上官又打唔到。咁唔怪得以前咧啲人咧，可能佢就咁即係單純上官搭魔咁樣，就只係整個點殺隊出嚟，一個傷害未打到，或者你甚至加皇上，因為你就未有啲控制技。如果你有控制技俾到上官咧，一嚟佢可以幫你提高傷害 30%， 咁啊打勁多痛勁多。二嚟咧佢就可以有呢、這、一個。擊殺觸發可以回血啦，同埋咧佢普攻都識得吸怒氣，咁呢啲都係幾緊要，同埋都幾勁嘅。咁咧上官我就之前都試過俾大家睇啦，咁就嗰個試練之境咧，佢都叫打得痛嘅，即係喺換化嘅情況，我一望埋嗰啲秘籍先，秘籍呢度。咁啊，武木位置生效緊嗰陣啦，額外提高本次命攻擊命中嘅 30% 破格 30%。武木位置即係啱啱化一個之後，係啦，啱啱化一就係控制住加 30% 傷，呢度再加破格，咩打楊過嗰啲啊易啲打到。咁啊，鐵掌型兵生效後，額外再次對敵方怒氣最高嘅目標效果施展，咁就可以吸取。怒氣咁即係原本吸50，但係佢話今次吸取又減半25，但係都好勁啦！即係你普攻吸完人之後咧，你可以再揾敵方怒氣最高嘅再吸一半，咁都幾誇張，25% 咧就係。咁呢個我覺得上官點殺算係咁啊！即係點講咧？我自己用啦，試練之境真係好用過達摩咯，都真係打出嚟就痛者為王啊！你吹到佢幾勁，即係達摩閃避又射又暴擊，屌！但係你打出嚟唔撚痛啊嘛，咁啊冇意思啊！咁你上官劍南我自己試過打出嚟痛咁啊 OK 喎。好咁之後武學咧，咁就睇下推薦用咩先。天羅地網都係噶啦，外傷漫天花雨都 OK。總之逢咗輸出咧，我見大部分都上滿漫天花雨咧都冇死嘅。一係你諗，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唔玩暴擊，你想就咁打落去外傷都痛咁啊，我用天羅地網咁就係呢兩套噶啦。咁啊睇埋佢專武嗱，六服同台服專武成日都唔同咁，所以都唔好參考咁多。咁啊吸血啦，識得吸血 10% 攻擊觸發，一定吸血噶啦。咁啊氣勢開場觸發，增加自己技能真傷。咁之後咧，抗城開場觸發增加自己技能減傷，咁之後充沛，咁啊差唔多，但係都幾 OK 喎，即係佢有吸血啊，又識得增傷啊減傷，哇全體高級格擋，咁呢個我覺得比楊過幾唔錯，睇下佢幾時出啦，我覺得六課六服佢都算中，即系中后面先出。我睇下唔知台服咧会几时出啲点杀嘅角色啊？应该就不过早过皇上嘅，我见佢，但系我冇佢个时间线，我唔知佢大概咩位出，但系就未咁快啊！我谂好啦，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，咁中意嘅我哋天神国。